金梳头来把墨玉敲穿，顺利立了一功，少爷也真厚赏于你呀、啊。这是哪个女人禁爱两月，毫无慎重悲生之意？这都怪你盘丝不列。老公子，这也怪不得凭你呀、啊。这女子刚强的心，从未见过。那，哎，你这万物皆草，凡事皆则身变。若有这小事已把他休了，他还指望什么呢？他要等到若有复考的消息。哼，他在做梦呢。我写了一封密信，这小子已名落孙山。真有此事？哪么有假，是我弟弟亲笔来信的。只怕他万事不信。信也罢，不信也罢，我执意令你早此存瓦去。哎哎，做什么？求人背不的啊？这个女儿乃是清贫之地，心女苦宅，所难之仆，难道你连这些规矩都不懂？你家公子能来，我为何不能来啊？陆公子他来是为我祈福，我是为婆娘求宋子娘娘保佑他平安分娩。哎，你宋子娘娘吗？我也不清楚啊。我是不信，若有事故落地，谁配做上元？金库上元，心情名媛，上阴先生哪个不知？二分为婿，不足为聘。哎呀，慧心姑娘，你别羞，若有终日不足，与你何关啊？是你离开他家，你姑妈以为他吝啬家恩，你也临先告门吧。你要怪我这？哎呀，出家人十百为本，岂容你漂泊无依？我以为你找到一户好人家呢。找到了。是啊，我的好姑娘啊。可笑啊！任他惊
愁是伤，神他雕栏无楼阁，无非只无你将我神你花言追磨破，我心事孤今不养我，你烦心离心念你多，机关算安心照顾看信来了，快说。爹，刚从京城来，带来陆公子消息。陆公子怎样了？哎，陆公子文章本事第一，真勤快老实，硬要把他升至捧台上去，必让知事官将陆公子赐名。果说此事。悲愤无益，再三劝慰他，坚持不肯为三爷。我现在事业凌云，不能去领我为他分忧。是因为少爷怕陆公子有什么差错，他派我前来向姑娘求计。叶贵。我千万谢谢你命人来去大王领我，此次甚好。姑娘，这暗中到处都有奴家的恶奴，好生奇怪，你要小心。你放心的走吧。我有千言万语，送我谢亲。边宫黄忠美有情与多，世道世事莫痛苦，千把灾难连干戈，恨不能三根刀刺之人，魏姑娘，生缘一见，十言四字，可恨若有结印，将你心计，不如在学生去吧。
你也是官家之子，应也先设法地隐于民女，不怕王法吗？他有王法，我有老子，帝王所生，八将开门。要我开门，怕是做梦。来大哥，开门。门好嘞，好啊，门顺个屁，没人上身，少爷请你重修一道，结果大是开门，开门，开门。哎呀，姑娘，这又何必呢？若有将你休妻，你又无家可归。我罗女士对你无害之情，你不要辜负我一片真心啊！呸！莫以为朝中一人应霸道，名门女不怕出名扬帽。下去，走，你也领过来是你来啊，统带王公，王公不算，现在是两千五一面。韦姑娘，韦姑娘，爹爷，你怎么到此？是不是李贵来报？姑娘先遭毒手，少公子已带人在燕尾接应，快随我去吧。多谢爹爷。来，大姑娘受惊了。少公子，只为救命之恩，为先永世不忘。大姑娘不必拘礼，请出正杯子茶案底，养些身体妖精。Thank you.
公委屈吧。消息是我也身为通信，但昔日场上均难并封，但盼夫人珍重为师。兰香，你这野阔小仙，均真被拒策，我与夫人倒把居仙追追谁来？来，是。兰香，哎呀，是罗公子。兰香，你那李贵人，当年他在第一投奔我孙女高将军帐下，做了一名小妖。哦。谁知秦桧这老贼送去夺寸，夺死了女将军，从此第一李贵就再无音信了。记得你当年身外有勇，你那孩子女。我那孩子一年十岁了，哦，十年生日并且沈公子死后，我也离开这院子，死后心主人了。哦，啊，公子，你快歇歇，我去取就来啊。好好。好一个李贵，为国养老；好一个兰香。很心似苦，令温城的大怪鬼人们呐、啊，你们在五光三色之中歌舞升平，哪还想得到恢复中原？哪还想得到黎民百姓的辛苦？哪还想到黎民百姓的辛酸？不用
起送君见面，请你走。到如今一直年年一团红，恨落雨这句山阴无一用，不提他离归，远去我真妻子若有愧不敢当，这里道面谢。哪里哪里，只去请一杯。啊，高兴，老兄，你们兄妹多年不见，就这次谢当谢当，是我不能奉陪。啊，慢些。Thank you.
玉秀领了。表嫂严肃体贴，为妾深感为然。他嘛，叫谁的是你姑妈的严德媳妇，只可惜他疏于非人，嫁了个娃不丢鸡的爱书生。表兄，小妹明白。使命难违，此时既成，何以何以？一笔生意，只差天涯。表兄的金玉银钟，能否见告一二？为妹。一言难尽啊！恨情归宿，岂在能？我临安落地，彷徨在。
千丝也真题一定要快的了。